跳舞的朋友仔啦。後來我就覺得自己在這一方面可以發展到，跟住我自己就揀了芭蕾舞。我可以為跳舞放棄很多東西，我曾經試過去參加澳洲一個舞蹈比賽而缺了一個學業，我覺得我為跳舞可以付出很多很多。我要去新加舞台上攞回我失去的東西，我是十後梁景和。你覺得其實嗰個外形個打扮係咪對個表演其實都有一定嘅幫助？哇！非常大，對你嚟講係加分嘅。你嘅 technique 係唔錯，但係你個 presentation skills 咧係爭啲。你絕對冇野性嗰個表現喺你嘅身體語言。其實所有參賽者，我想俾一個提示你哋咧，陣間會講到話係啦，你個排舞方面咧 ，technique 嘅難度分咧係唔夠嘅，因為唔夠多。但係咧，我覺得所有參賽要注意一樣嘢就係，因為當你排一樣嘢嘅時候咧，如果你為咗去做一個難度而揀擺咗好多嘢自己唔做到或者 carry 唔到，變咗好岩岩巉巉嘅話咧。
亦都係一個好舒適嘅地方。最緊要攞到個中間位咯。咁頭先個女仔贏嘅地方就話，因為所以難度唔高，但係你個 flow 好好啊，因為你嚟得好容易，嚟得好輕鬆，其實咁好重要啊。你唔希望人哋睇到你喺台嗰度咧係好吃力去做一樣嘢，咁係好緊要噶啦。好，唔該曬咁多位評判。而家馬上睇下佢兩位嘅得分係幾多？晴欣，咁你可以咧進入下一回合嘅比賽。咁但係咧，梁景華唔使失望㗎，因為你而家係進入一個待定區，待定區咧都有機會可以出線嘅。OK， 唔該曬兩位。現場嘅各位 fans 啦，咁多嘅觀眾咧都好緊張㗎啦。呢個時候不如我哋舒緩一下啦，聽翻首歌。有請吳雨霏唱出佢嘅新歌《我本人》。